法藏菩萨的报告，也未请求老师听察。你甲看，是偌尼谦虚，偌尼恭敬。咱学佛，爱伫这所在学啊。想看咱家己对长辈、对父母、对老师，甚至对佛菩萨，佛菩萨无伫个对佛菩萨形象，咱的恭敬不足啊。这款的心态来学佛，莫怪啊，功夫不得力啊。所以，亲像这所在，拢爱认真努力来学习。下面是正式的报告，这报告前面四句总纲。后面48愿是别目，所以前面这四句非常重要。五六正德无上菩提，行正觉义，所具佛刹，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。就是这个四句，我是会发众自清，六是真谦虚的话，为什么已经证得了？这不是假设的话啊，已经证得了，已经证得，也过功力，就是谦虚啊。这丝毫的傲慢、自满都拢无。咱伫日常生活当中，甲别人交谈。爱学着讲会讲话，爱学谦虚，爱学恭敬啊！言语伫孔老夫子是列在第二门的功课，孔老夫子教下是四门功课，第一门是德行，第二门是言语。你个看，佛祖将言语看个遮尼重要，你爱学会晓讲话啊！记起教学是在讲，讲话是对细汉就开始。学了《诗经》就会晓讲话，你看小朋友一个开始读书认字的时阵，读《千家诗》，读《唐诗三百首》，伊一个做基础以后，佮读《诗经》，家己。讲话爱含蓄啊，讲话爱谦敬啊，谦虚恭敬啊。你将来一生，无论做什么代志，就会当得到真侪人的帮助。如果未晓讲话，你虽然有能力，有经验，
你袂着别人的帮助啊。讲话当中带着愚顽自大，到了真正家己有困难的时阵，无一个人会帮助你啊。在言语当中，无形家己拢唔知，得罪了真多真多朋友。平时你袂当察觉，到下当觉察以后啦，就会后悔了，袂赴咯。所以讲话甲平常写这个文字，文字是言语符号啊。拢爱认真的学习啊，这是人甲人沟通的管道。这管道的疏通啊，你才会当得到外面的助言，那会使疏忽，那会使讲无认真的学习。佛经实在讲是真圆满的教科书，但是这文理很往往疏去咯，念了太多咯，老生常谈嘛，未搁再留意咯，所以无学到啊。那如机会到阵研究讨论。袂使无提出来啊！得无上菩提，成正觉矣。无上菩提，是伊所修学的课程。正正觉意是伊所得到的学位，伊的课程是圆满咯，学位才得到。这正觉就是圆教佛果啊。究竟圆满的佛果，究竟圆满佛果是爱将无上正定正觉是圆满，无上菩提就是无上正定正觉。这句非常重要，但是一般同学也给伊疏忽去了。粗心大意啊！你无觉察到啊！你若真正觉察体会到，你知影还好学什么？又是什么？无上菩提啊！不是人天福报啊，不是名闻利用啊，如果咱想学佛，学佛是为了什么？学佛是为着要做大法师啊！学佛是为着要建大道场啊！学佛是为着要通你真多真多道种啊！
这拢全部拢错咯。所以咱合佛袂当成就，咱合佛会成就。咱合佛为什么呢？是为无上菩提啊，是为无量觉啊。所以出世间一切法，法法拢会当觉离不灭，有者。咱今仔日讲到修慧，对于一切法，有一寡也真正用心的学，可是学了安怎？学了就迷咯。有几个人会当学你不迷呢？为什么讲你学了迷，着相就迷咯？分别就迷咯。你看人的本事，每天学习不着相，不分别。伊则是隔离不灭啊！咱今仔日愈学愈灭啊，愈学愈执着，要到多一年才当成就呢？马明菩萨伫《起信论》内面教咱的啊，隔离不灭的方法，你。言说上，你名利上，你心言上，你只要将这三句话的关节修住了，这次世间法，无论多几法，你学习只有觉就不迷了，才会真正做到。隔离不灭，那无来讲，你迄个觉也是灭，唔是真的觉悟。你所学到的，用现在话来讲，皮毛相屑而已，未讲会当。建立境界，你学过较侪，拢是美丽不觉。法藏菩萨对发心修学，这部经上。介绍未少啊！逐字逐句，咱拢应当来学习。所以，伊学了圆满咯，得无上菩提就毕业咯。清净觉意啊，这是佛的故意提到了。问看麦，化作比丘是不是有执着？伊讲我啊，证得无上菩提，有清净觉意，明明有分别，有执着嘛。跟咱现在的状况有甚物差别呢？表面上看无差别，实际上差别就太大太大了。这是正是宗门所讲的分别亦非异啊。这意思就深了。既然分别也非异，执着也非异啊。
由此知影，讲我是随顺众生讲的啊。讲正德也是随顺众生讲的啊。讲行也是随顺众生讲啊。家己绝对无起心动念，绝对无分别执着。咱都要明了啊，然后你才会有学习落手之处啊。这两句对这首段来看呢，这两句是因修因，后面两句是果报啊。佛法也离不开因果啊！你修善因，一定得善果。所故佛刹，这佛刹是已经庄严，无著无量。不可思议功德，故就是圆满的意思，周边的意思，无一丝毫的欠款，这就叫做故就。故就无量，这四字。就是超性诸佛刹土，伊愿望实现了。为咱做了上好的证明，佛是梦中有求必应啊。阿弥陀佛发的这个愿，那一般人听起来肯定就是不可能啊！你要做好，也要超过诸佛，哪有可能呢？竟然就兑现了，做好要超过诸佛，这愿都兑现了。要有什么愿不会当兑现？实在讲，给咱修学带来无比的信心。有人讲，法师啊，你为什么要有信心嘛？我信心对家来啊。信心是有来由的啊。有公文啊，哪有未成就的道理啊？古教这两字是无欠款，换一句话讲，一切诸佛刹土，诸佛所故佛刹。拢有缺陷，唯独西方净土无缺陷。法藏安怎建成西方净土？前面拢讲过了。一是长时间的修学，老师教起好，老师先教，学生先学。
老师不但是将这个十方世界，咱今仔日讲宇宙人生的真相，给讲个真清楚明白。这里面有理论，有现象，有因果，有境界。而且老师用心力，将十方诸佛刹土展现伫个面前，予伊隆重看到。这时间是千亿岁啊！伊听到了，伊看到了，伊真聪明，伊做一个集十方诸佛刹土圆满的大乘。西方诸佛世界有点全部吸收了，西方世界的缺陷完全改进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超过诸佛刹土啊，是安尼来啊。同款一个道理，咱若想讲将这个道场建个十全十美，而无缺陷，那要学啊！今日凭空伫厝内咧想袂用力啊！想一做啊，他个会想歹去啊，会出问题啊！一定要多多参学，技术林有计划成立这个医疗室，所以咱今仔日去参观中华医院去参学啊，看看伊迄个所在有啥物好诶，好诶所在咱采取、咱吸收啊。伊遐若有啥物缺陷，咱希望会当避免啊，希望会改进啊。阿弥陀佛，叫做世界是乌来啊，毋是凭空想出来啊。梦想不能成事，一定要好好去学习，你才有成就啊！古代就甲人讲，一人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学袂了啊！是真的啊，在佛法里面，生生世世继续不断的来修学，对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学习的时间无量劫，三大阿僧祇劫，咱要有耐心。如理如法的去学习，咱才会有成就。所以古著无量之四字意思深啦，不可思议。这四字完全是华严境界。清凉大师
看花岩，四种无碍，理无碍，思无碍，理思无碍，事事无碍，这境界叫做一真法界啊。主也爱知影，是法界内面无这个境界。是法界内面自性法界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通教的佛、宗教的佛，可能达到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无啊。事事无碍是真正的一真法界，是法界里面无的啊。所以是不可思议啊！加上这个故作无量不可思议，下面讲到功德庄严，这四字是这段的总结。关键在故作无量不可思议这八字，真正咱无办法想象，也讲不出来。华严经上讲的，若相实现，这是华严家的祖师大德，未使讲当中为咱讲出，实在是非常稀有啊！譬如讲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。一道不离啊，这是事事不改。咱今仔日一不是道，道不是一，一甲道决定有障碍。一道无碍啊，咱想袂通啊。国公大水相容，咱更加无办法理解啊！伊讲盖子纳苏米，盖子是挂菜子啊，亲像乌麻迄款的。苏米山唔免讲太大咯，以咱地球上大山来讲，喜马拉雅山。喜马拉雅山敢会当入去一个挂菜籽内面呢？你去入看麦，是不是入袂落去？佛在经上甲咱讲啊，苏米山无缩小啊，挂菜籽无放大啊，伊就入袂入去啊。这也是不可思议啊！事事无碍的境界啊！其他讲讲遐自在，言笑当时啊。即句讲的时间，那现在的时间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过去毋是现在，现在毋是未来。这当中有障碍啊！
这句呢，就是咱现在人所讲的啊，都破了时间，超越时间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同时存在。这个、道理，西方科学家讲的，那就是爱因斯坦讲的啊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同时存在，但是现在问题是咱无办法回去过去，也无办法进入到未来。理想是发现了，思想是做未到。西方极乐世界菩萨，什么款人？都都往生的菩萨，下品下生的菩萨，你只要到达了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、能力你就有了。换一句话讲，你家己过去。过去这一生，过去第二生，过去第三生，过去无量劫，你全部看到了。未来的境界，你也看到了。你突破了时空的界限。啊！咱来问讲，伊有啥物能力突破这界限？人感觉非常困惑啊！实在讲，这内面有道理的啊！伊都不能相接。大水不能相容，圆球不能同时，这些原因啊，对到未来，我跟人讲啊，这些现象啊。拢唔是真嘞，凡所有相，皆是浮梦啊！一切有为化，如梦幻泡影啊！这经文咱读个真熟啊！或是甲人说明，事实真相就是这个款式啦。这现象安怎产生呢？是咱家己梦想分别执着内面变现出来啊，梦幻泡影啊！你也知影又来源啦、啊？到底西方极乐世界以后，梦想分别执着拢无了，拢放弃了？拢放下了，拢下去了。在所有一切障碍，拢中破除了。道理在遮，你明白这道理，你就袂感觉奇怪，你才知影啊，就这代志啊。理所当然嘛，六相十贤在西方极乐世界是一般人生活的正常现象，
那是得来自在啊。咱今仔日梦想分别执着大完未了，失去太重，西方极乐世界的诸佛威神的加持啊，的阿弥陀佛本愿功德的加持，可是咱去了后，也必须要有一个最低水平的条件。这条件是什么呢？控制家己的烦恼习气，叫待业往生。我离开这地一几天，才不过一礼拜，咱这念佛堂在退步，佛菩萨来的次数少了，妖魔鬼怪趁这机会又入来了，您每天在念佛堂有感觉吗？我清楚啊，真清楚啊，所以您诸位要振奋起来啊。用真诚心、清净心念佛，佛菩萨来到您这所在来，咱有感也有应啊。咱感的念头了咯，佛菩萨用的这缘啊，就收了。咱这个念头打梦想，一时的损害，佛菩萨的离开，要么鬼界就趁机会就入来了。由此知影，那是未当损害啊。《噶弥篇》里面有一个故事，咱即几天讲过啊。真值得咱敬贴，这是古时阵有一位参禅的老和尚，在入定的时阵，看到两位法师，定中看到两位法师在讲话。有真侪护法神围伫边啊，徛伫边啊。过一只久啊，这护法神走了。因两个又继续咧讲，无偌久，一阵妖魔鬼怪来了，也是围伫因的边啊。你到底在讲什么呢？最初这两个出家人在当护法，护法神啊围在这边啊。护法当完了后讲闲话，护法神就没了。最后讲到没有利用了，妖魔鬼怪就来了。念头一个转啊，境界拢变了。这不就是佛在经上上讲的啊？一切法中心向心啊！天台大师给咱讲的啊，别改千如啊！那一心向佛的时阵，这时阵佛法界现前，咱家己无感觉啊！你爱知影，诸佛护念。
佛来到咱这个道场来，咱这个道场现在是佛法界啊。为什么是佛法界呢？大家心内有分啊，佛法界现前啊。一个人心内有佛，这尊佛出现了，这讲堂内面几百个人，每一个人心内都有佛，就几百尊佛出现啦。只有几个人心内有佛，其他的人一面念佛，一面胡思乱想啊，真正还阁想着名闻利养。呀，咱这个佛堂佛法神少啊，妖魔鬼怪多啊，佛法神个妖魔鬼怪拢伫个，该在，因袂冤家，因也袂闹事啊，相安无事。这境界啊，目睭金的人看起来啊，真清楚，真明白啊。诸位啊，一定爱尊佛心嘛，爱尊迄个佛心。念念心加佛菩萨相应。那是乱的属性啊！念念跟佛菩萨相应，念念跟佛菩萨同在，你的气势跟别人跟平常自然无共款，你所在之处，一般人甲你接触，用现在话来讲，主场无共款啊。你的主场是佛菩萨的主场啊，自自然然会互甲你接触的众生，拢生欢喜心。这就是接受的力量啊！如果咱念念，拢是名利；念念，拢是贪嗔痴；念念，拢是别人的歹事。你的主场啊，马上就改变了。是一个最恶劣的主场，别人接触你啊，拢会气嫌你啊，拢可唔讲赶紧离开你啊。这情形，我想，咱伫这一生当中，常常甲别人往来。如果有注意到，会感觉到，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。有了佛以后，人家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。你那个心一念善，善的境界就现前；一念恶，恶的境界也就现前，竟然无好丑啊！好丑在人心嘛，就在家己这一念头啊。所以，吉祥和好也在这一念。今日咱同修布基师对法国回来，我问伊讲，伊迄边的情形，伊甲我讲，
那边的主场啊非常不好。伊讲现在澳洲这个社会，去到迄所在去，就感觉心神不安，有一点恐怖感。伊甲我讲啊，法国人啊，对有迄个诺查丹马斯的预言非常相信。诺查丹马斯是法国人，连这法国囡仔对伊拢真正熟啊。但是这问题啊，无办法解决啦。真可惜啊，法国人无学分啦。伊若学分咯，这个问题就会解决咯。因啊，知敌其当年，不敌其所以年呐、啊。佛法了解了，真正透彻了。因知影这世间有灾难，灾难对倒位来？为什么有这灾难？伊唔知影，伊也知影，这灾难是世间人作恶，你照干来。但是伊无办法摆脱宗教铁盒这个壳啊，认定这世间人做作罪业，上帝受气咯，要处罚世人，将世人消灭掉，上帝受气咯。这无办法啦，也找袂到一个合适的人去劝上帝，无办法啦。但是伫佛法内面讲呢，就唔是安尼讲法。这敬是心做的，命运是心做的。所以命运是会使改变啦，佮的向何好有转机啊，回头有时间啦，唔是讲回头也无路用啊，回头也无路用是宗教铁黑的观点啊。在佛法回头就路用，回头就会当消灾免难。最殊胜的，那心来尊这佛心，佛心是真诚清净平等感悟慈悲。无条件的帮助一切众生，无条件的布施供养一切众生。我这话啊，别人若听到，现在咱伫遮咧讲经，但用东西我甲我讲，总有几十万到一百外万听众。咱肉眼无看到啊，网络传播出去咯，伫全世界网络上看的人真多啊。大家拢知影咯，咱最近伫新加坡访问其他宗教，咱拢热诚的供养。送一寡金钱帮助因办遮个社会福利事业，有时真正有一寡人误会，哎呀，真有法师大概真有钱啊！
哦，这么多发言都找我了。其实啊，我哪有什么钱啊？哪有那么多钱啊？这是有一些动手知道我在做多元文化工作，好无族群啊，好无宗教，因对我这个想法做法肯定，所以就提一寡钱来赞助，钱对家来啊，这钱指定的是做些用途啊，无指定我去做祖先事业啊。所以啊，一般祖先团体来找我，我是无法度人帮助啊。这里面当然有不少是佛教团体啊，这送钱给我的人无指定要帮助佛教祖先事业，伊也无这款讲啊，我就袂用叮当。伊指定的是叫我做和睦宗教、和睦族群这个、用途啊。我受因的付托，帮助因做一点仔好事，所以啊，大家千万唔通误会啊！你看伫基树林呢，伫林河道场，董秀文用用我这红包，我拢无拆开啊，无看过啊，全部拢送去到这个。这道场去咯，我伫倒一个道场就送去倒一个道场，我从来都无看呀。我也唔发言，我也无要向人讨一仙钱呀。我感觉东条。古人讲的话啊，无错，讲了好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。黄帝叔讲呀，少一事不如无事啊。人强用我的红包，拢都摕出去，无事啊。我若收了，就是多一事，我无爱了。就无事了，无事比好事也阁较好啊！古圣先贤的教诲，我了解，我认真的学习，我得受用咯。我也教大家，也劝告大家，特别是出家同修，真正一生在道业上有把握成就，上好学印光大师。绝对的成就，印光大师第一个不收出家徒弟。你若想到讲出家徒弟唔好收啊，麻烦真大啊！老大人这个视线非常有道理。我听到恁有人问讲。地外敢是有真多出家徒弟呢？我甲大家讲，唔是我收的啊，我无啊，韩馆长收的啊。所以这些人会当出家，哎，感激韩馆长啊，知恩报恩啊。无韩馆长时阵啊，恁就无出家缘分啊，伊收的啊。过去
台北图书馆道场已建了啊。伊若无建立，我绝对不建道场。伊建了道场，伊收的才会出家人。所以老大人往生以后，哪个有人找我出家，我无要剃头；，佮有人找我出家，我剃头，这是我收的。一生无见道场啊，做客唔做主，主宰啊，做主人袂主宰啊。做人客，我住喺这所在，厝老了，老到我不想干伊的代志啊。厝歹了，袂当徛，我赶紧走啊。你讲偌主宰啊？主人就麻烦了。所以人生快乐是我家己找，痛苦也是家己找啊，不是别人给你的啊。应做第三个，伊是家己的约法啦，唔篡改。唔甲人做篡改师，伊一生唔篡改，除非平常这三皈依五戒，这伊用哩三皈依五戒，伊唔做篡改师啊。咱想看卖，伊是咱的好朋友啊，是咱的模范啊。一生做弘法利生的工作，将这心定下来，坚持家己的信愿，也咱一生的生活有保障无？唔通认为讲你家己建一个道场。收真多徒弟，将来老的时阵就有人照顾你，靠不住啊！你无跟技师甲我讲啊，风传法师，这大家拢知影，好不偌大，就了袂少徒弟啊。平当的时阵，这个徒弟拢无啊。结果有人骂伊徒弟，你输破皮病个遮严重，你哪会一个都无去个照顾啊？徒弟大概三上三上，请只护士照顾。护士照顾真周到啊！然后迄时逐工咧困啊，结果你无眼真聪明啊！迄、那个护士，我老迄时食迄个药啊，偷偷的时阵将这药啊摕出来，对嘴里个摕出来啊。这化验什么？爱迷药啊！护士真聪明啊！好老医生一天困到暗啊，就无代志了。所以唔通收徒弟啊！收徒弟拢是这款情形啊，袂照顾你啊！伊坐到护护菩萨就好了。这是中家大师教外，只要你真正发心为佛法、为众生，你的一生佛菩萨会照顾你，这比什么都较可靠啊！靠人靠不住啊，靠佛菩萨真正靠得住啊！好，今天的时间到了。